Maradona.马拉多纳，本着内核。 是马拉多纳，射门，好险呐，进了。裁判员判定是手球了。今天的裁判员特别注意门前的手球。 大家再看，慢动作，手球了，是马拉多纳。 好的机会没有了。 马拉多纳，信号是布鲁查加。 马拉多纳，各位观众，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，现在是阿根廷队的进攻。
观众多么高兴。大家再看那个慢动作，大家看马拉多纳，大家看，这是马拉多纳的特点，出脚太快了。马拉多纳，十一号巴尔达诺，马拉多纳绝对过人，对方的远角，好险呐！马拉多纳，马拉多纳，马拉多纳低头沉思，对方已经拉人了，马拉多纳现在变得有修养了。好，他把这个球控制住了，又是马拉多纳，好机会，射门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马拉多纳这球传得非常漂亮，这是从后场的一记斜传，大家看反应多快，这是三号